ESG 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议题，为了推广有关的概念，提升各界的关注，星岛新闻集团和香港理工大学星期五举行 ESG 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根据合作备忘录，星岛会利用集团平台和资源，而理大会计及金融学院可持续经济与创业金融中心就会提供专业的学术知识，亦都会举办有关的活动、讲座和培训。星岛和理大重视 ESG 的发展，今次签署 ESG 合作备忘录，希望发挥各自的优势，推进学术和业界在 ESG 领域的交流和融合，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ESG 是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元素，近年已经成为了社会非常非常之关注的一个议题。星岛新闻集团一直以来非常之重视 ESG 的发展，未来希望香港理工大学的合作可以将 ESG 在市场推向更加高更加广的一个层面，令到各行各业更好地理解 ESG 的重要性。我很高兴今天有能够见证理大与星岛成为战略合作伙伴，携手推动香港经济可持续发展，为社会作出贡献。最后呢，我在这里呢想多谢蔡博士和星岛新闻集团的邀请，促成今次难得的跨界别合作。我深信未来双方仍有大量合作空间，造福商界、国界以至全社会，为香港、离地甚至世界 ESG 发展谱写更多互利共赢的美好故事。多谢各位。